师在带着我们的很 年幼的这个6岁到12岁的小朋友，对于整个校园生态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如果再把退休年龄延后到65岁，这个对于整个校园的冲击会更大。我想这不是我们对于整个教育政策规划应有的一个态度跟方向，所以我们坚决的反对教师是延到65岁退休。以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台北市教师职业工会副理事长杨义峰老师，请。我还算是比较内行的反专家。这一次联改会创造一个新名词，叫做多数共识。我们知道在会议表决里面，不是多数决就是共识决。联改会当初虽然我们不是里面的委员，但是我们有发现到他们强调的是共识决，结果竟然会出现一个多数共识决这样的名词，那就表决就好了。可见我们合理的怀疑执政党基本上是有方案的，他故意不拿出来却制造社会的纷扰。所以我们认为既然早就已经有复案有定案，那何必还搞这样的程序，干脆直接把那个案子交出来，跟我们的直接做竞争跟比较。那另外一个部分，有关65岁的部分就更有趣了。65岁使得退休这件事情，它基本上来讲有两个弊端。第一个，违反专业。我绝对相信65岁的老师仍然可以好好的教学生，但是不是所有。简言之，每个人都希望把他最精彩的一段奉献给这个社会，而老师最精彩的一段，极少数人能够延到65。而政府这样的一个措施，其实是在折伤学生的权利。再来，我们基金的问题，是因为基金本身是独立，但是目前的营运状况是不佳的。政府不去思去改变有关于投报率的问题，有关于补充的问题，却直接将延退列为最重要的考量。听起来，因为你少领了15年，基本上应该就不会造成亏损，却忽略了这15年，他仍然在领地方政府的薪资。简言之，他是把基金本来跟政府预算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问题，直接，我不想讲嫁祸这两个字，但是直接推搪给地方政府去负责薪资的问题。大家都应该知道，更资深的老师他的薪资是更高的，所以基本上来讲，新政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却重新制造了另外一个问题。因此，有关于教师65岁才能够领退休金的问题是非常荒谬的。最后一件事，我相信所有的大众大概都可以都会有另外一个怀疑，就叫做说，他是说65岁才能领退休金，如果你真的交不下去，你可以50岁退休改做其他行业，我们一般的劳工不也是如此吗？没有人规定你要交到65岁啊，何必拿65岁可能有些人已经不堪专业来做借口呢？我想这个是多数媒体跟我们大众朋友都不知道的一件事。目前的劳工他的退休金，不管那个保险金年金啊，基本上是可惜转的。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教师基本上只要离职他就是归零。简言之，我就算50岁再去从事，譬如说我到面包店贩售面包好了，我的劳保从0年开始算，从第1年开始算，而之前所有的年资一律归零，一毛都没有，只有把我缴的拿回来。那这种荒谬的制度，为什么新政府不敢让人民知道？那简单讲，其实就是逼我们一律交到65，这是一个生计的问题。到时候如何能够责怪教师？为什么你已经像刚才前面先进讲，有的已经没有热情，却要教下去？因为他要活下去。我不耽误太多时间，我们真的希望政府能够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我们坚决反对65制。好，年金改革委员会之后就是各分区座谈会。如果年金改革委员会24次之后仍然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方案，我们当然可以知道接下来分区座谈绝对是各说各话，然后呢没有办法有聚焦或者是提出一个共识的一个流程。因此呢，我们对于民进党政府他这一连串的流程到底只是做做样子，还是要真的凝聚共识，我们绝对会是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倘若你已经有版本了，就请赶快拿出来，不要每次会议这边丢一点那边丢一点，然后丢出了一个所谓65岁退休起资的共识，造成了我们基层所有学校的老师惶惶不安。这个就是制造分裂，这个就是制造对立。因此我们呼吁民进党政府
请你赶快在利用剩下有限的时间里面，不管是一个版本、两个版本，你一定要提出具体的版本方案，进入到年金分区座谈会里面，给大家做比较，给大家做讨论。同样的，全教总，我们也会在分区座谈会中提出我们的一个版本方案。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版本方案和民进党的版本方案一起拿来做讨论，一起做竞争的论述。最后，我们当然要强调的是，65岁退休启智这件事，绝对对于我们的教育现场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绝对会损害到我们的学生受教权，绝对会造成人事负担的大幅支出。这样的一个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更多问题的一个所谓共识，我相信这绝对不是社会的共识。希望民进党政府，请你赶快收回中小学教师要65岁才能启智这样的一个说法。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记者会，那么接下来我要问各位媒体有没有要特别提问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再来喊一次口号，好，做一次动作。你要往前移吗？因为往前移会拍起来比较快。哦，就主要这个位置，因为视线比较，因为离太远，老李还是近的，谢谢。一样，开始。反六五要办案，反六五要办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到侧面，你们再喊。等我一下哈。